喂，请问是不是杨博士？哪一位？你好，我是从香港打来的。你跟我说广东话就可以了。咁嘅，我是代表凌锐集团打电话嚟嘅，关于液癌器嗰个计划，我哋公司好有兴趣，想同你合作。我之前已经说过不跟你们合作，我不会因为一点资助给你们利用，成为宣传点去骗投资的，请你们不要再打来了。杨博士，你听我讲先啦，我知道你识有一位朋友叫卓志贤，佢亦都系你嘅学生，其实佢系我老板嘅妹妹嚟嘅，所以都好希望你能够俾个面我哋，同我哋合作。喂，杨博士，你听我讲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跟我谈页岩气的问题。啊，卓小姐啊，好多谢你接受我访问喎。唔使客气，可以俾多啲人认识水耕作系件好事。我反而多谢你肯嚟听我介绍就真。其实讲翻近呢几年，好多消费者对于食物嘅质素要求咧都越嚟越高，所以对于水耕作嘅关注咧亦都越嚟越多。系噶，不如我带你入去睇下。好啊。水耕作成个生产过程是在完全封闭、无污染的洁净环境入面进行，是不需要使用任何农药，亦都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的。那我们利用先进的技术去控制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排放。因为这些蔬菜是在无菌的环境入面生长，所以收成期是快过一般的蔬菜一倍的。卓小姐，今天真的令到我大开眼界，好多谢你详细介绍。不用客气。你又很注重环保的。不過聽聞之前你係咪曾經同一個台灣嘅博士叫楊坤，去日本嗰度參加個考察團啊？咦，你咁犀利嘅，咁都知道？梗係知啦，近年液癌氣呢個天然能源好多人留意噶。因為頭先同你講嗰個博士咧，佢都喺度研究緊，希望能夠解決呢個液癌氣排放嘅污染問題。我都好想聯絡佢噶，所以我之前都聯絡咗你考察團嗰啲朋友。不過點知我一問起佢哋嘅時候，佢哋個個都拒絕我，話佢哋近排有好多人騷擾佢。骚扰佢咩意思啊？我都唔知系咩事噶，不过后屘我又知啦，系凌锐嗰啲人咧就揾过佢哋，希望透过佢哋咧去揾阿博士咯。What？ 真系有啲咁嘅事啊？你唔系唔知呢件事系嘛？凌锐嗰啲人讲啊，话系借用你个名字去揾阿博士，希望搞嗰啲咩融资 project 噶，仲叫阿博士啊俾面支持添啊！都冇人同我讲过呢一件事，我又点会叫博士俾面我啊？咁我真系唔知啦。咖啡機都幾靚啊！多謝老公，你俾手機我。翻嚟啦，阿哥，你點解要去騷擾啲朋友啊？仲利用我個名字去揾楊博士啊？我冇騷擾呢啲朋友喎，我冇用你名字去揾楊博士喎。你唔使扮唔知啦，我已經揾過楊博士，佢叫我唔好騷擾佢啊。你而家搞到我冇咗個朋友啊！不嬲嚟揾錢係你嘅事啊，我唔想同你啲生意扯上任何關係啊！Jenny 唔关你阿哥事噶，揾杨博士同埋你朋友嗰个系我，你哋唔使再揾藉口啦。Jenny， 信我，我真系唔知呢件事。信你？我当年就因为信你，我男朋友先至会死啊！当年嗰件事系意外嚟噶嘛？你男朋友死我都唔想噶。当年系你话会俾笔钱我哋去买只船噶，结果你攞咗笔钱去投资啊！如果你唔系随随便便买咗架船俾我哋，佢出海宣扬环保信息，佢架船唔会沉，佢亦都唔会死啊！都系因为场暴风雨先会出事，唔关你阿哥事噶。一条人命嚟噶，我而家永远都唔可以同佢一齐啦。我仲好挂住佢啊，我好辛苦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所有嘢都系因为你啊，哥。Jenny， 仲烦唔到咩？我已经提咗 Kelvin 好多次，叫佢间接咁联络佢哋，唔好烦到 Jenny 噶啦。间接又好，直接又好，我同佢讲过好多次，公司嘅嘢唔可以牵涉到 Jenny。你咪第一次听。
抹咗佢咯。哦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